喜乐油。我告诉你，这是全本圣经唯一的一次喜乐的油。喜乐变成一个油了、啊、上帝怎么高呢？你的高就是用油来高咯。什么油啊？油怎么会喜乐？什么叫喜乐油？用喜乐油来高它。你用油高了我的头，从来没有讲什么油。这里讲喜乐油，喜乐油为什么喜乐油？因为神要使那些真正爱公义的人有一个喜乐的侍奉，虽然困难，虽然逼迫，虽然很重，虽然负担，虽然受毁谤，虽然受攻击，受误会，但他里面的喜乐没有办法被别的东西替代，没有办法别的东西消灭掉，因为他里面的喜乐油膏抹他。耶稣基督在地上的时候真是有喜乐油吗？是。耶稣基督在地上我有没有为自己哀哭过啊？我刚才提了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他为什么哭？他哭因为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你要变成荒场，你不知道我几次像母鸡要聚集小鸡，你不愿意，所以他为他哭。耶稣在拉撒路的门口，坟墓的门口哭了，为什么？因为耶稣爱拉撒路，那么他死了所以哭哭，好朋友死了哭一下，不是，他要复活了哭什么？耶稣知道他要复活了哭什么？他哭那是犹太人这样刚硬的心不接受他。耶稣基督在这个橄榄山上服侍下去，看见耶路撒冷他哭，还有一次的哭，我相信克西马尼恩他爱哭，因为他担当全世人的罪，不是为了他怕死哭。基督没有为自己哭，但是当他最痛苦的时候他是欢乐。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笑？有没有啊？有没有？有。耶稣哈哈哈哈笑，有。有没有啊？没有。你们讲有的，马太第三十八章是吗？圣经有没有记载耶稣笑？没有。有没有记载上帝笑？有。有没有？恩惠，有没有记载上帝笑？有没有啊？有两种笑，一种是嗤笑，一种是发笑。当那些反对上帝的人，我们要抵挡耶和华，抵挡他的受膏者，坐在天上的必嗤笑，嗤笑他们。还有一种呢，当我们在困难的时候，我们抬头仰望主，他在他的宝座上，他笑脸帮助我们。圣经提到上帝笑两次，提到耶稣笑没有？没有提到。有没有提到耶稣欢乐？有吗？有。欢乐不一定笑，是不是？笑的也不一定乐，对不对？有没有提到耶稣唱歌？有。几次啊？只有一次，只有一次。什么时候啊？啊？最后晚餐以后，要到西伦区上克西马尼呢，他们就唱诗。唱什么诗呢？诗篇一百十八篇。那个诗里面什么话呢？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们要在其中欢乐。我今天不解释那个了，因为你解释那一首歌，那一首诗的时候，就要看到今天你唱那首 This is the day， 不可以那样唱。因为 This is the day 是最严肃， This is the day of suffering， This is the crucifixion， 这是受苦担当人的罪，被定的十字架，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，我要在其中欢乐，是这样严肃的，不是快快乐乐蹦蹦跳跳那样唱那首诗歌，不是那样的。这个是从整个 犹太人的典故，我们解经要严谨到一个地步，把所有的错误都讲出来，可能会得罪很多人，但是不能不做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的道不可以随便开玩笑，神的道，神圣的道。